这里又快一颗了。你要退房间了，退吧。昨天洗了头以后，头开始有点不是很受控。Hello 云南 ，Hello Les， 连续几天下来，加上个礼拜刚好有工作啊，今天呢稍微有一点点的疲劳，所以我今天可能播一个小时。上次那个嘴巴有可以清新的那个是哪一个图案？你等了我一个晚上。是哪一个呢？这个吗？这个吗？上次是哪一个啊？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好了，多休息哦。好呀，我今天播一个小时。早安呐、啊，大家有喜欢我美美的衣服吗？漂亮的照，你的烂身体到底怎么？什么意思？我的烂身体到底怎么了？就是哈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昨天有好好睡觉吗？怎么还没康复啊？就是，毕竟我也是。就是进了急诊两次，我的体能还是稍微没有那么的好，就是一天下来应该还好，但是因为我刚好上个礼拜连续五天，对，就是握手会前三天都有工作这样，然后就这样累积到昨天我要回家的时候就已经有点我没有力气了，我没有办法动了。然后我今天早上起来就觉得，太痛苦了，我不要起床。你早说，我昨天就不进来了。还好我昨天在现场的时候都没有这样的感觉，回到家才发现。Hello， 卡妮。Hello， 浩毅。Morning， 早安。早安，嘎比。Hello， 米宝宝，见到您本人，我好开心啊！您一定要用您吗？你可以用你。啊、oh ，真的，好好，那你还是回去睡回笼觉吧。不行，因为我等一下要吃饭，我等一下吃便当，我要吃便当了，太饿了。长时间没有进食是会饿晕的，礼貌嘛。星星又出现了，对啊，谢谢卡妮的小号奖。我一直很晕欸，这样子哦，一直很晕哦。对，我也是蛮晕的，最主要是我还很期待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刚睡醒的时候发现我从韩国寄过来的就是买的眼影盘到了，在楼下，虽然我找不到，然后我现在内心我就觉得好想去拿哦，好想去看哦，好想去看我的新买的。还有惊喜吗？目前没有，最近目前没有，最近可能有惊吓。安安，幸好你是一直坐着，站着的话我会有压力。真假的？现场没有看到痘痘啊，因为我有化妆啊。现在没有痘痘啦，但有痘疤，就是痘印这样，就是努力的让痘印消失中。
你要去哪里，兔兔？我也想舅舅。是说来挑战一下客家音乐节吗？大家有看到了吗？呼蒙蒙给天空，熊来在蹦蹦。Tonight，Tonight，Oh。星期天的你太辣了，我像中乐透一样，因为我星期天比较多张。有化妆的啦，除非你有30张券，不然很难看出有多多。现场被美丽的 body 转移注意力了。难怪哇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这礼拜要开始去送中秋节礼物了。哎，对，我想问一下，大家有推荐什么中秋节可以买的什么吃的东西吗？就是因为我中秋节也想吃个什么月饼之类的，然后竹妈就说她可以，她说她也想买，然后她可以帮我找找，但是她找到的都是一些。不是中秋节应该吃的东西，比如说什么龙须糖啊、巴斯克乳酪蛋糕啦，那我都没办法吃的。然后他最后就说："哦，你不能吃哦，好吧，那就关掉。”太痛苦了。我是送自己做的雪 Q 饼，你会做雪 Q 饼啊？今天要来帮圈圈洗蹦蹦，你的毛毛都一直这样乱天飞了。哇，妈妈昨天才刚帮你梳毛毛，今天一摸。都是整撮整撮的毛，这怎么办啊？这个就问。中秋节可以做什么？八节蛋卷，史努比联名款。八节是什么意思？只要我中秋节有你就可以了。中秋节我不知道会不会直播哎。中秋节什么都可以吃啦，这样子嘛？中秋节不是吃烤肉嘛？烤肉啊，一定要的啦，一定要烤肉。哔哩哔哦 ，Hello， 艾萨克，是这个艾萨克的好朋友来找我，还是另外一个艾萨克的好朋友来找我？八节蛋卷，雪 Q 饼在锅里翻的那个我不会。雪 Q 饼是什么啊？下班。我是路人的概念，别这样讲，别这样讲。上午好，下午好。Type Kid 比我大，Type Kid 也太辣了吧！我都输了，我今日下班了。为什么那么好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么好？你为什么可以下班？哎呦！Hello， 欧比王，太平真的很大，他真的很猛，真的很猛，我真的必须要说他真的很猛。行吧，去吧。哇，全身都是他的毛。真不行，今天要不要洗蹦蹦了哇，不是吗我昨天才就我每天都会输欸，为什么他的毛还可以这么多？为什么勒？我就问猫毛，是因为真的是那个了吗？换季时间吗？送礼很重要，我超级喜欢吃中秋节的月饼，然后但是每次中秋节呢，就会超多人就送礼，然后就会吃到就是害怕月饼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我最近变成就是老人口味嘛，还是怎么样？忽然间觉得小时候呢，就吃月饼就会觉得，这是长辈吃的东西，这样。然后结果后来我现在吃，就是天啊，月饼怎么那么好吃啊？月饼真的超好吃的，我要吃100个。怎么办？我就问怎么办？传统肉饼，传统肉饼是什么？因为你年纪大了，真的哎，小时候的口味长大怎么会变？怎么办啊？我真的是这样不行。不过昨天你能把我跟 Uno 搞的无语问苍天，不敢低头也是。我怎么了？我就是穿个衣服，我怎么了？我又没有干嘛。你也变长辈了，因为你年纪到了。
害我现在很后悔。什么意思啦？我又没有干嘛。哟 ，LINE 的中文名字叫什么 ？LINE 的中文名字叫做……LINE 的中文叫连线呢、欸，因为祖祖不是零圈圈令是什么意思？圈圈令是什么？长辈是要多老啦？我都跟其他人说你都不爱穿衣服，变态，到底有多变态？太变态了吧？好奇怪的名字、喔，连线台湾连线。哎、欸，我连线一下你哦、喔。你让工作姐姐很紧张哎，不是我昨天那个灯一直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吓死我了！哎，我来看一下我的手机壳什么时候会到，好紧张哦，各位你知道吗？好紧哦，我最近，好啦，对不起，零零赖，早安，今天有点可爱吗？昨天你是美玲上身哦，哎，对啊，我真的昨天只有看到。美玲一眼他就走了，他就下班了。十五的壳吗？嗯哼啊，嗯哼。但你礼拜六上班那套真的超好看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也超级喜欢那一套的，那套真的超好看。想说，你知道，对你最近还好没干嘛啦？我哪有？哎，我是认真的握手哎，你们在那边这样不行，你们这样不行。这样集中注意力的这个能力齁，这样不行，该处罚。吓到我跟乌牛了。今天精神状况怎么样？我的精神状况一直都是挺好的，我的脑袋都是正常。我没有握手哦，好像我也不知道，美玲是真的永久从 TP 下班的。我都没有认真握手，都在乱讲话，哪有啊？推推哪乱讲话？推推都在讲一些支持我的话，讨厌啦！我要来追踪一下我的订单，我的订单到哪了？看一下哦。为什么我娘亲提早下班了？4到8个工作天的话，21啊，他要21或是27才会送到。他现在在哪了？他现在已经出货了没啊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我很紧张哎，我希望我的手机到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壳会到。我的手机22号啊，我是第一批，耶、yeah! ！我又抢到第一批啊，好开心哦！我那时候就是领零 line 预告了 TP 的未来。为什么领零 line 预告了 TP 的未来？领零 line 是什么啊？领零 line 是什么？我只知道有人手麻了哦，真的，精神好但身体不行。对我精神很好，但我身体疲劳。我现在偶尔会去谎报的年纪，为什么要谎报年纪？我们认真的过每一个岁数该过的日子，就像我现在，我爱吃月饼，我就是必须认命，我现在年纪就是变大，我就是爱吃月饼，对不对？50000多，2000年出生的小青面面一云，领零赖是一个队长配两个组长。哦，原来他们是零零赖哦，零零赖哦，零零赖啊，我们是99赖，我们99赖超多人的，对，就是兔年的，大家看到那个兔女郎，我们就是99赖，啊，我们没有赖啦，我们就是99兔。我也是2000年出生的耶，真假的？是吗？你确定？因为我要握你，不见了2步15，不见了。哇，
糟糕了，没有了。我就问什么意思？我就问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自己让整个跳掉欸，什么意思？我就问什么意思？妈妈，我的手机壳说21号或27号中间会到欸。所以呢？所以如果他晚到怎么办啊？那你就直接去那个贴膜的公司再先买一个。你确定现在手机还会有15的壳吗？没有的话就不用做生意了。主妈，给一个手掌。那你不要用啊。不行啊。好强，主妈真的是，才停个红绿灯就关播了。她自己跳掉，妈咪，我要我的包裹。为什么知道这个包裹？因为我其实刚一起床，我就看到那个照片，然后上面写。Eyeshadow， 然后我就知道是我的 Eyeshadow。哎呦，我刚是不是给大家看到了我的很混乱的我的大腿？被强制关播，对啊，所以可以给我吗？我想在直播的时候开。那你要等我好，没问题。长腿的概念做的超丑的，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小心被拍到。我想说看不到，就不小心被看到，就去直营店，一定有卖手机壳啊。可是我说真的，其实我真的很对不起，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壳我很喜欢啊，什么都没有说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走这种轻奢风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眼他们的出的手机壳，哎，通常。现在手机店应该已经会有15的膜了吧？应该会有吧？我很需要膜欸，糟糕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来看一下哦，哪里可以看到手机壳的部分配件？等一下啦，我在专心看配件 ，iPhone 15保护壳，来来来看一下。哎，这样会不会给大家看到我的资讯？不会哈。好，这样，就是，没关系，我一定会找到手机壳的。对，我真的不是走这种轻奢风路线的。膜基本上都是通用的，膜都是通用的吗？这样子的吗？券太少来不及说，只好限动。你网路都买得到了，实体店面一定有啦。OK OK， 要说的话太多，字太小，辛苦你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不行，好好、哦。我的限动你看很快、欸，真的吗？信仰壳从来没有用过。信仰壳是什么意思？大长腿，来不及的话就只好去直营店了，好吧。谢谢嘎逼的一颗星，字卡拿到了吗？原子族，你的脑子，我哪一天还会进公司？我的脑子到底是我还进了？我是哦，我想起来为什么了，因为我那天没有办法进公司。哦哦哦，妈妈，你差点被拍到。那你要我怎么做？哎、啊，我转过去了，可以了，请进。I need a 刀刀啊！我谢谢 ，Thank you。我们来开。不要刮到自己。好，我们来开 Eyeshadow。下次就不是初选拔，而是再选拔喽！加油！希望我们会有个。等等，你的脑子一向是这样啊？嗯，怎么？脑雾而已啦，没事没事。竹妈不能入境，对，不能入境。入境我就要被叫回公司训话。哇！
滴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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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咚叮咚。我的脑子现在也怪怪的，怪怪的。那去看医生会不会好一点？有人可以教我这要怎么开吗？我要跟大家分享，这是我在，这是我在韩国网站买的。我妈真的很漂亮哎，谢谢妈妈，你说你很漂亮。有人说你很漂亮，不是你说你很漂亮，有人说你很漂亮。我要去吃麻辣了，好好哦。我正在接受治疗啊，真假的？看林果啊，可以可以去找林果。哎，这次没有看到他哎，他最近他忙着去握那个哦，忙着去握毕业生哦，都没有来看我一张哦，一张都没有哦，哇哦，抓到！我打不开了，怎么办？我的医生是你，反应比较小，间歇性脑雾，糟糕了。来，我给大家看看有多么的，他摔倒了，妈妈，他摔倒了，我的天哪！什么东西摔倒了？我的眼影，坏掉了，他翘起来一颗了，坏掉了，没有，没有坏掉，但他翘起来一颗了。嗯，对，嗯，对，把它装回去。怎样是正啊？怎样才是正啊？哎，糟糕了，我不知道哎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随便放。呀，回去。好，我要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把它装回去，给大家看我美貌的他们这样子，好不好？糟糕了，摔到了这个。哎，阿贝。你很烦欸，对，今天那个 Sony 检修员会打电话给我说总共多少钱，应该是5000啦，应该是，讲了啊，讲，好看吧，漂亮吧，好美哦，没有，我讲我很伤心，我跟他讲说我失眠。没办法睡觉，一样的颜色，不一样吧？这个怎么感觉好像有点一样的颜色啊？娘亲，我是不是买了一样的颜色啊？糟糕了嘞！还是他给错了？我。觉得怎么长得一样呢？我的眼睛有问题吗 ？Oh my god！ 我买了好像两盘长很像的颜色。没关系啊，用力画。好啦，其实也还好，因为最近刚好流行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也是我在说服我自己。我到底在干嘛？我为什么要买一样的颜色？到底为什么？一样的颜色拿出来生日会抽奖啊？不行。然后这个是一个，这是一个眉毛的眉刷，就是它这样，然后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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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后呢，你的眉毛就会看起来很野生美这样子。对，我买了两盘，我有一点伤心，妈妈，我觉得我买了很像的东西。每天刷两份哦，好吧。我买错颜色了，还不简单，一盒送给宝莉啊。有点道理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用。宝莉应该不会用这个颜色，她应该不会用，她用的都是，她应该不会画眼影。他平常自己化妆，他就不化眼影，但他会用那个叫什么卧蚕笔，卧蚕笔比较会用。刷两份好像是什么划算的说法，退掉啊，不要。素颜就已经很美了，
但是还是有需要化妆的。圆圈圈，你不要玩这个，脏脏。妈咪抱你哦，妈咪，圆圈圈捣蛋了、啊，你看他在我。那我是在弄那个文件，在弄那个法院的文件。好好好，对不起，你弄你弄，我不吵你，我不吵你。咻，抓！你这个捣蛋的小宝宝，抓！好，对，圈圈在玩我的垃圾，没有垃圾桶，但垃圾啊啊啊！咬了，它咬了。吉米粥，恭喜吉米粥榜一，圈圈的猫粮，他今天很棒，他今天把早餐的罐罐全部吃光光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，小宝贝？但是昨天没有吃光光，对不对？昨天嫌弃火鸡肉味，就不想吃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啊。这样子啊，不喜欢吃火鸡肉。你看，我们是宇宙小猫，看一下，哎呦，给大家看，哎呦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宇宙小猫。啊，放一放，放一放，放，放你自由，放你自由，去吧。哎呦，都是毛。圈圈的一脸无奈。哦，我伤心，我买了两个一样的颜色，我白痴。老宝、哦，圈圈可能不常吃火鸡肉吧？没有，今天他这个是兔肉加火鸡肉，他就吃了。麻辣烫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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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颜色自己调啊。好，重点是有兔肉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怎么可以吃兔肉？没有，它这是罐头里面，就是没有看到，我没有看到。对，这星期的直播时间照旧哦，就是我之前是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。哦，真的，安友真好正哦！安友真的超正，谢谢幸运女神组织的祝福，不过下次可以直接一点就好。想说一些猫猫狗狗都不常吃火鸡肉才不行，真的吗？太间接，我心脏说，计时的 staff 姐姐好可爱哦，你知道他们很喜欢欸，他们很害羞，他那天就是害羞了一下，这样很开心。他们到结束都很开心，因为你说她很漂亮，超开心的。到结束的时候，他们都笑着跟我讲：“啊，谢谢，拜拜。”这样，他们超开心的。对你印象深刻，草莓酱。昨天跟前天应该是把大家。我昨天跟前天应该是把大家拉到流鼻血了吧？真的吗？很害羞，应该要忘记把我们拉走啊。他确实是一度宕机了一下，我也害羞了啊，都你害的。
不用害羞，超可爱的，你真的哦，太可爱了，真的是可爱到爆炸。欸，我想看那个啊，听说我们家宝贝啊危险，好好好，我来看一下，嗯，看一下，嗯 ，AKB48TTP 客家语，大家已经上传了吗？是不是还没？大家的客家语的那个是不是还没？社长传了，喂，那我要怎么搜寻才搜寻得到？客家音乐季。社长传的，啊，为什么我找不到？我要怎么找 ？YT 吗？我找不到，为什么？等你，好。对不起，他超大声。好，来了来了来了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这个我要看这个。什么音乐的声音这么低小，这么小声？玲玲的声音超大声哎，很可惜。对啊，我好想去。
有接到酸言还是好的。对啊，我好好的把我的身体养好。对，那我怕我跳完之后应该就送医院了，他们好嗨哦。小慧说她现在怎么了？祝早祖祖早日康复，好。去富邦妈妈，对，我也会送医院。祖祖，你说有重要节日，可是那个月底有重要节日吗？什么东西有重要节日？现场超热。Hello， 三位好。呜，林婷婷，她偷偷吐舌头，表示她舌头已经有打结。等等，我也很想去。对啊，现场超热哦。每个月底都很重要。小辉说他现在身体好到可以跳舞，比我好。嗯，臭小辉，月光子，握手会问你的。哎，我也什么话都不能说，我就只能微笑看着你，给你一颗爱心。我什么都没有说。他直接跳你的衣服上面，所以他踩不稳，他是用滑垒滑到。你刚刚骂他小屁孩啊，小屁孩。十一月的脚链啊，对，十一月的脚链。今天星期四已经过了，星期五也过了，星期六也过了，星期天，祖祖这么多啦啦队，为什么选小龙女？我没有选小龙，我没有去，对对，我没有去，我没有去，我一定要在这里声明，我没有去任何的棒球队，我没有，我 no， 我没有哦。圈圈被外婆骂，妈妈救场嘛？没有，我说揍他，欠揍小猫咪，揍他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天气最近会多变化，大家要注意哦。秋分是一个转折点。哎呦喂啊，对，我是去新竹工程师哦，我是去篮球的哦。这是哪里来的消息？对，因为蛮多的人这次握手会有来问我说，我棒球队要去味全龙这件事情，我一定要在此坐在这里跟大家声明，我没有去任何的棒球队，我只有去工程师啦啦队。我只有 only 篮球的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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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没有棒球的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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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 吗？大家请帮我散播出去，讲出去，推广出去，
我本人在此跟大家说，我这一季的今年 and 明年是没有棒球的 ，only 篮球的。有公演哦，有公演哦，是什么意思？十月有公演啊，但是就是我必须说，十月份的部分大家会少。对，十一月底没有重要的节日啊，没有啊。你之后想去啦啦队，可以考虑味全、统一跟中信。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思琪。哎，对，竹轮没错，就是对，因为我的体力的部分现在还在努力的锻炼，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就是我需要赶快跟上进度的部分，因为我目前还跟不上大家的进度，因为我们有一些交换的东西，不一样的地方，所以原子族现在呢就是十月才能开始呵呵哈哈啊，那怕来不及，所以我就先在这跟大家讲，就是 OK。对，没错，足了，没错，所以大家请给我一个月的时间，让我迅速的跟上大家的脚步。那你会使用双节棍吗？呵呵哈嘿吗？我不会用双节棍，我会用单节棍。我的单节棍就是我的 microphone。刚刚说的三支球队分别在北中南，你可以取舍。OK， 没问题。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，追风？你仔细想想我刚说了什么。小七都看到了，什么是小七？先篮球就好了。对，我的身体，我的人本人可能没有办法支撑得了这么强大的运动量。对对对，请大家让我给我个一年两年的时间，让我调养一下我的身体。祖祖可以主持 MC 吗？据我所知应该是不行，就是我们之前曾经有试着申请过这件事情，就是如果对的话可不可以，对，但不行。对，出来了自己去支看是什么意思？自己去看，两年吧，之后再去吧。之后我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一定会跟你们说，好不好？ Don't worry, be happy。棒球应援没有两台电风扇真的很热，真的哦！我上次去富邦真的吓到，哇塞！是，我还想说不需要，我不需要电风扇。然后我到现场的时候就觉得我在融化，我这个人在融化。今年系统改成 7-11， 什么意思？公演下个月希望见，我也希望了解，我会忍耐的。谢谢雨南。酷刑真的好热，真的好热，因为刚好听那个卡尔说，就是我们是刚好遇到最闷的一天，就是平常的话是只有热，但是那一天刚好很闷，就是快要下雨，然后的那个热热的闷，他就说哇，你们真的蛮辛苦的这样。猪猪我来了 ，Hello， 你好，郑东，篮球场有。紧张，下个月都不会吗？对，那就两三年后再看看了。对，有的。Hello， 奔跑吧企鹅，大家，这次公演每组只有五个人，没有重复，其他人都。这次公演每组只有五个人，没有重复，其他人都全餐。真的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真的好喜欢启阳老师的这个日历哦，撕这个日历真的。小七啊，小七怎么了？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因为售票网
全血了，真的假的？妮娜姐姐有做图表，真假的 ？iPhone 购票，哦 ，iPhone 购票，我知道，这个不知道。祖祖吃饭了吗？还没，我今天播到十分。iPhone， 对对，我有听说，我有听说现在是 iPhone， 大家要记得哦，是在 iPhone 哦，这次售票系统是 iPhone 哦，是 iPhone 哦 ，iPhone 哦，我看到我的眼影，我还是沮丧。今天没有卤鸡腿饭，今天是控肉饭，又被售票网先爆雷了，没关系。演出名单跟休息名单都没有小晴的名字。这个你们等他，对，他会说。圈圈不吃鸡肉吗？他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应该说他这个牌子的鸡肉他不吃，他好像很困扰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不知道该怎么给他吃。机车小猫咪，挑嘴小猫咪，但他今天这样噜噜噜噜噜噜噜就把它全部吃光光。但今天的那个有点恐怖，今天的那个罐头吼，超红的，还有我觉得超恐怖的。OK， 大家仔细听好，仔细听好，我们的头目呢1:30直播会说重要的事情。到十分，等一下怕忘记跟你说，谢谢你星期天这么辣，真的很开心哦，谢谢。我等一下骑车回家，晚点再进来。好，我等一下十分就要关了，大家。然后大家今天1:30，1:30，1:30，很重要，说三次。1:30，同样说重要的事情，请大家到刘小晴直播间。我刚才看了一下 7-Eleven 购票网站，谢谢博成的真爱钥匙。哎，我才刚进来耶！对，我是真的觉得夏小宝今天好像只讲了两三句话。文化币哦，文化币这样可以用吗？对了，那个精灵有比你辣吗？你说 Type Key 吗 ？Type Key， 我们家太保直接赢过我，他哇，那太辣了，可以，我觉得身材太好了，真的，这。微小的我真的比不过，我何德何能能够赢过他？不，我没有办法。哦，不会不会不会，下播之前可以看到你的嘟嘴吗？一天的活力来源，啾，卡哇伊的 comment， 啾，啾，啾，卡哇伊的 comment。不过这是会员可以先抢票，可以用文化币，真的。等头目说，对，太保不会比我凶吧？太保比我凶很多，太保太酷了，太酷啦！你要看麻辣照片吗？好啊，不要妄自菲薄，你还是有赢他的地方的。真是美颜啊！啊，有我有赢过他的，我的高分被赢过他。下播前可以看你手肘碰手肘吗？可以啊，好美哦，这是谁呀？好美哦，手肘碰手肘，不是身高霸凌哦，哦是身高霸凌的部分吗？我觉得这样好可爱哦，咦，我好像那个棒棒糖上面那个娃娃哦，它叫什么？猪猪漂亮，阿伯不要笑。手肘是什么梗啊？我也不知道欸，我也不懂手肘碰手肘有什么好漂亮，奇怪，他好奇怪哦，他好奇怪哦，真的很奇怪欸，是谁？他是谁？什么是小玉？这是你的套路吧？握手会，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欸。Pico 是什么 ？Pico 是什么？就是个奇怪的动作，别在意。好的，好的。小丸子的小哦，像小丸子的小玉是不是？小丸子，小丸子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但我以前会都会舔他，巧克力超好吃的。哎，对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
那个糖果的那个女生，对，她叫什么名字？我不是像小玉，我是像糖果的那个女生，而且以前都会说啊，吃掉她的头，咔嚓，然后哦，吃掉她的眼睛，咔嚓。巧克力啊，你知道吗？巧克力的棒棒糖，好好吃哦。奇怪，你也做了啊？对，哦，它叫 Pico 是不是？哦，它就叫Pico，Pico， 它怎么念的、啊、？Pico，Pico， 它才不是明治嘞。名字不是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我只知道，啊？他去应教开门，开厕所。丁小雨，很多人说长得像丁小雨，应该是 Pay 吧 ？Paco 酱？哦，不对啦，不二家啦，他是不二家奶糖的娃娃，他叫不二家，对对对，我就是要这个不二家。不是家，我倒是觉得你像一个人，像谁？像原子族这个美女，嗯，好正哦，我的心上人。哦、我错了，哦，我猜错了。丁小雨跟不二家是两个小孩吧？我是小孩啊，嘟嘟嘟。好，没事，不要理我。谢谢玉人分享直播间。我是在挣扎，我今天要不要做复健？但是我觉得我今天实在是太累了，我明天再开始做复健好了。今天好累 ，so tired，so tired。Hello， 赌徒。哇、wow, ，我刚才做错一件事情，问就是要。啊，不要了。丁小雨会揍，丁小雨揍人会飞天，他会穿过地球。原子族是个美女，你跟她一样。外婆，圆圈圈闹事，我一直挣扎要不要游泳，就这样挣扎了两年。这个吗？笑笑宝宝总是说，那没办法。对，我要先睡饱，养足精神。好啦，只有今天哦。嗯，今天偷懒一下，附件都偷懒了。对啊，偷懒一下。主播午安，午安博成 ，Hello， 差不多要准备念榜榜喽，大家。Hello， 浩毅，还有小紫，我只是要让你警惕。哎、欸，我都有做好不好？但我今天是真的想要偷个懒了，今天身体真的打咩，我真的打咩。真的，我觉得每一盘都好像，问题是怎么办？我有一点想哭了。好了好了，算了算了，做都做，买都买了，不然怎么办？最近都要用一样的，我还特别挑了每个全部都长不一样的颜色，结果它还是长得一样，我怎么会这样呢？我这个白痴！我才刚来，打捏尴尬，我发现我现在拿的卡无法刷 U Bike， 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刷 U Bike？Ubike 真的是世界上最方便的脚踏车了，也没有到世界上啦，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方便的脚踏车。不要偷闻我的包，圆圈圈，自己调色，好，念榜榜吧，好。Hello， 阿鹏鹏，等一下，把这个垃圾稍微收拾一下。我很开心，我很快乐，我很爽爽。午安，我有办的那张悠游卡上次掉了，哇，那你就要你就要删掉，然后再重新办，因为我以前也很常做这种事情，而且我每次都是，好了，我其实这样是不对的，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这个对，就是因为我很常就是申请了五张，然后呢，那五张就是一张一张不见了，然后。最后全部都删掉，然后才有办法。骑 U bike， 所以大家赶快去删掉哦，要记得删掉，他一次只有五张哦。下班吧，多休息，好。午安，阿鹏鹏。一次一张才会珍惜，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我之前还有做过一件很愚蠢的事情，就是我把我的那个 U bike 的那个悠游卡放在口袋里面，然后就这样一蹲，然后我的悠游卡就这样啪，然后断掉，
只能去把钱取出来，然后我还问说，请问可以把钱取出来吗？然后重新买一张，这样超白痴，我真的超级白痴。悠悠卡富翁真的就是破坏狂。好了，我要来念宝宝，我女儿在叫了，我女儿饿了。女生口袋会放东西哦、喔，我是女生啊，开玩笑的啦。为什么女生的口袋里面不能放东西？我最爱放在口袋里，然后每次都被竹妈骂，这样东西会掉。原来哦、喔。文文开播了。话说你握手会，话说握手会，你竟然不知道我叫什么？我进去讲说有没有才认得出来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一度脑袋空白，我已经认出你了，但是我一度脑袋想不出来你的名字叫什么。抱歉了，伯承，这么可爱，就是，脸棒棒。第十名月月，第九名推推，第八名阿贝，第七名吼吼，第六名欧比王，第五名钟颖，第四名卡尼，第三名嘎比宝，第二名博城宝，第一名吉米周宝，周周宝哦不行，米米宝不行，吉米宝，好啦，不怪我。谢谢大家。直播表没有写，真的吗？有啦，你去看直播表，有，真的有，是有的。波保重，爱你，好的。祖祖，你是拍 MV 吗？还是电视剧？之前吗？我之前拍 MV。谢谢，我要去晾衣服了。好，你想说？可以不要给我那个月亮脸吗？欸，大家知道最近有一个 IG， 他就是画那个月亮，他那个 attention 我超级喜欢的，超级可爱。他叫什么 Mr. Moon 吗？还是什么 Miss Moon 还是什么 Mr. and Miss Moon， 给你们大家看，我觉得这超可爱的。祖祖在工程师的话什么时候会开始呢？大家我们等工程师的那个统一公告，大家就会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开始了。这是什么版本？这是那个 Mr. and Miss Moon 的那个 Super High， 那你看那个 Attention 超可爱的。听过 New Jeans 现场，真的假的？听到那个声音，我很想打人。Attention， 好爱哦！我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当初是被这个 Attention 就爱上了，这超级可爱，好可爱哦！真的，请大家一定要去关注这个 Mr. and Miss Moon， 好可爱，超好笑的。超级好笑，你唱的话我可以勉强忍耐。只是喝到阿杰请的饮料嘛，阿杰是请大家喝啊，对不对？阿杰请我们吃那个啦，月饼，中秋节月饼，那个我不行哎，很可爱。Attention， 当然啊，看我这个乱七八糟的头毛就知道有没有洗头。Hello， 苍苍。二个在棒球界主在二个是什么意思？听到那个声音超大人，
好了，我差不多要关掉了，大家 I love you guys， 拜拜。十一月的眷恋，对你的眷恋。有，我一定要自己问啊，拜拜，撒悠啦啦，撒悠啦啦，嗯哼，嗯哼，嗯嗯嗯嗯嗯 ，Love you， 拜拜。我昨天在出门口，直接叫他拜拜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I'm looking for attention，attention， 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